香港不断繁荣，电力供应的配合非常重要。在未来五年，港灯将会兴建500个新电力分站，铺设1500公里的电缆，建设两条电缆隧道，采用的发电燃料将可以装满280个大球场，更动用10亿元做环境保护工作。事实上，香港过去10年的耗电量已经增加了1倍。香港电灯公司计划未来5年动用140亿元来扩展供电设备，满足香港的需求。香港电灯公司努力为将来。